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今天我要弹一首歌，不是，今天我要分享一首歌给大家听的。那个，算了，不要吹牛皮了，吹破了不好。这把不是吉他，这把是鼓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吉他手，我拿着鼓过来了。大家好，老乡，我们来一首什么？我这个是可以当鼓的，我们就先试一下，第一次跟这个我们的帅哥合作一下这首歌，来，500力，好，走。重新点燃了我的兴趣，我这个还没拆过，我去烧一下。我这个还没拆的，我吊牌还没拆的。说我会弹吉他有点太假。键盘一把好手。是键盘侠。对吉他相当有信心，就是不会弹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不知道交了学费交了多少个琴行，我就是交完了之后就没有时间去学，然后。现在好了，大伯家住的啊，在大伯家那里住的，然后呢，每天晚上可以过来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会是一个吉他手，二流的那种，不三流，18线、19线那种，不入流的那种。合作愉快。很好，期待着3年以后我一定会弹吉他的，不用3年，2年也行了，2年提早实现我的愿望啊。好，我开始从今天开始我要学吉他了，到时候看一下2年之后能不能弹一首歌跟咱们西瓜视频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，好吧。好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谢谢我们的大帅哥，痛苦的再见，拜拜。Hello,YouTube 的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